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第702面，702面，倒数第二行，倒数第二行，从后面呢这两句看起，如上至报身庄严，从这看起。虽非阿难，即其果位以下之会众所能精进，但以粮土如来威神加辟，以甚方便随其根器，个个能见。是故阿难即见彼佛，如黄金山高处一切诸世界上。这是阿难跟与会的大众见到阿弥陀佛了。观经上面讲得很清楚，这是阿弥陀佛的报身，不是应化身，报身的相很大。那么从这个地方呢，让我们真正的体会到，不再有怀疑了。早年初学佛的时候，总是以为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定是十报庄严土才能见到报身，凡圣同居土、方便有余土，一定是阿弥陀佛的应化身。因为48愿里头，他说的是32相80种好。那么这个是应身佛。可是48愿里头也说到，一切众生生到极乐世界，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所以是皆是自摩真金色身。这是讲的体质，这个自摩真金色身不是肉身。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，学过了，不是肉身，而是法性身，那我们这个身体呢，是法相，是阿赖耶识的相分，这个要记住，到极乐世界，这个阿姨可以说都已经转识成智了。这不是自己的功夫，下面两土确实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记住本愿是佛在因地上所发的48愿，那个威神呢，威德神通啊，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的功德。如果没有无界修行的功德，哪里来的那样的威德神通？于是
我们就想到了，我们想啊，这诵经呢，念佛给别人回向，这有功德了，是不是真的有功德？我们拿什么回向？为什么天天回向，常常回向？还有很多冤亲债主跟在身边，古人回向有效果，今人回向好像效果不彰啊，只有在大型法会当中，那个集体的力量能产生效果啊，集体力量何以能产生效果呢？你说几百人当中总有一两个真修行的，我们就沾了他的光啊。如果一个真修行的都没有，那个效果就很有限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，明白之后啊，那你就晓得我们的真修啊，真干啊，啊，不可以干假的。啊，真干，真有功德。这个回向才能真正起作用啊！那我们现在是不是真修了？不能说你没有修，你是在修啊！你怎么修都修不成就，怎么都没有办法跟古人相比，这个要知道。佛在一切经里头，大乘小乘啊，显教密教，没有一法不是一戒定慧三学啊，戒定慧三学是一切诸佛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。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教化众生的根本啊，佛教什么就教这三样东西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。那你要晓得，这像一个枝树木一样，戒是根，定是本，慧是花果，开花结果。那要没有戒，所以它就等于零了。现在一堂法会做完之后，啊，还有我们看不见的这些众生，啊，这些灵性的众生，透很多信息给我们，他没走啊。他得的利益很有限的啊，那这是我们对不起他啊。我们靠佛，依佛的这个功德，佛的功德怎样才能给你？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说过很多次，佛加持我们是相对的。我们有一分功德，佛加持一分；我们有两分功德，他加持两分；我们没有功德，他加不上。啊，他是念我们的加不上啊。那我们有十分功德，佛就加持十分。啊，他决定是相对的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我们不能不用功啊，不能搞假的。啊，佛家的戒
根本戒啊，这是戒律的基础根呐、啊，是无戒是善的啊，千万不要疏忽，这叫小小戒啊。我出家的时候，我们的老一辈告诉我们，这是小小戒啊。什么是大戒呢？比丘戒是大戒，菩萨戒是大戒，大戒受了，有没有做到？没有。为什么做不到呢？根没有。怎么学都学不像。这个问题严重啊。啊，大家都感觉到佛法衰了，真的衰了。不但衰，可能会灭掉啊！这个佛说过，戒没有了，佛法就没有了，就灭掉了啊！经留在世间，有人去研究，当作学术去研究，贬值了啊！他没有办法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，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为什么你不是真的？啊，依照经典的方法理论去学习，真干行，那有功德。啊，不是真干没有。在这么多年当中，我们深深的体会就观察啊，把佛教衰的原因，经典上所说的祖师的教诲，我们亲眼目睹的明白了。在家学佛实际上做不到啊，出家学佛沙弥律仪做不到，假的。啊，出家学佛为什么沙弥律做不到？无戒十善没做到。无戒十善为什么做不到？为什么从前人都能做到？啊，佛法传到中国两千年，我常常说，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两千年大概有多少人见性成佛的？我们看五灯会员，看见多路。啊，概略的估计应该有3000人。这个成绩非常可观呐、啊，超过印度之上啊。啊，这3000多人包括宗门教下啊，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的啊，密宗真正三昧这个相应的，三昧相应的啊，超过3000人的啊。在念佛法门里面待业往生的，我们估计绝不止10万人。在2000年来，这个法门太殊胜了。那为什么别人能修得成？是中国古时候这一个族群非常重视教育，特别是家庭教育啊，中国的家，民国初年还有，啊，我这个年龄还记得，小时候，啊，家是大家庭，兄弟不分家的，啊，我们的家，自己的家，是衰落了，真的是家破人亡。
啊，我们太小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大的时候，父母也没有告诉我们。啊，我们只有从亲戚朋友听到一点信息，都不完整。啊，非常可惜。啊，我们小时候啊，住在亲戚，我父亲姐姐的家里头，我的姑妈，啊，他们的家族，大家族，十个兄弟，没有分家，啊，那一个村庄就是一家人，那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将近有200人，很衰了，啊，一个家族啊，啊，中国的家庭。一般来讲，普通家庭都是300人上下，有这么多人，人丁兴旺的600-700人。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家，如果没有规矩，那家不就乱掉了？啊，所以从小那个教育，教小孩没有私心。你起心动念呢，要想到我整个家族，我的家庭，啊，不能想到我父母的，这个不可以。啊，你将来在外面做事业赚钱，全交给公家，你这个家就像一个组织、一个团体一样。你们看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就是一个家，啊，主管财务的、家务的，王熙凤，啊，当家师。啊，佛门教当家师，哎，是那么样一个组织啊。每个人生活费用是的公家在一起，生活都完全在一起。啊，做衣服每个人都一样，都有，它是这么一种社会组织。啊，所以家和万事兴啊，不是现在这种小家，现在没有家了，家和万事兴，家在哪里不知道。啊，所以你能够治家，你就能治国。治家跟治国没两样，这范围扩大一点而已。啊，家里面这些事物也是分门别类，谁管什么谁管什么。啊，它是一个有行政组织的。啊，那么小孩真的从怀孕，老人就要教他了。啊，你说那个时候的家，你自己上面有父母，有曾祖父母，有高祖父母，啊，五代同堂啊。啊，高祖父母不在了，至少都有曾祖父母，你看，父亲、祖父、曾祖父，所以老人就会叫啊，这小孩子媳妇怀孕了。啊，怀孕有怀孕之礼要懂得，啊，什么礼呢？啊，做母亲的人一定要晓得，母亲起心动念影响胎儿，母亲的情绪影响胎儿，母亲的言谈举止影响胎儿，所以一切都要端庄。啊，你要以正面去影响胎儿，不可以有负面呐。就怀孕10个月，不能闹情绪，不能发脾气。啊，那就开始，这叫胎教。啊，一般大家庭、官宦之家懂得。啊，非常重视。啊，我们常讲说富贵的家庭呢，到清朝亡国，到民国，民国初年还有，啊，像我们住在乡下，我们都看到的，啊，家有祠堂，祠堂是
纪念祖先的。啊，春秋中原都祭祀啊。那平常呢？平常这个祠堂就作为学校家学啊，就私塾啊，就家学啊，学生就是这一家的，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小子弟啊，小孩大从六七岁啊，聪明根性好的六岁上学，一般呢普通是七岁上学的多啊，年龄大的有十八九岁的啊，都在一个教室啊，一个老师啊，啊，老师真负责任啊。为什么？老夫是老师家长亲的啊，如果祖父当家，祖父是家长，尊祖父当家，那是尊祖父是家长啊，他去请老师，跟老师要磕头的啊，所以对于老师，这真是尊师重道啊！老师答应了到你家来教，如果不负责任，他怎么对得起你家的？就是对不起你家的祖宗啊！啊，小孩出生之后，自己要做出好的榜样给小孩看。那个榜样是什么？你们学的《弟子规》就是的，这个不是教小孩念的，啊，不是教小孩背的，不是讲小孩听的，是父母亲做到做给小孩看。小孩一出生，眼睛张开会看，耳朵会听，他已经在开始学习，在模仿了。所以扎根教育是什么时候啊？小孩出生到三岁，一千天，这叫扎根教育。啊，我们现在通通没受过教育啊，所以没有根呐、啊。啊，没有根，我们补习学这一点不管用啊。啊，外面的诱惑，明文理言一现前，马上就变心了。那这就是什么？那根不牢啊！甚至于你没有认真去学习的话，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根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戒律的根。所以中国历代佛法在中国，无论是在家的，是出家的，在家是高僧，在家是高士，这居士是高士。都有成就，是什么？扎根的教育成功的啊！现在这一代，你在全世界找不到像中国这种高人啊！你不相信别的，你试试看，你走遍全世界啊，出家的能找到一个印光法师吗？能找到一个地贤法师吗？找不到了。找遍全世界，今天我们无论在德行在学问比不上，差太远了啊！在家学佛，杨仁山有谁能比得上啊？民国初年的啊，姜维农居士、姜维桥居士，找遍全世界找不到了啊！连李炳南老居士这样人都找不到了啊！你要问什么原因？不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善根福德不如，我不相信这些啊！聪明智慧不如，我不相信。我们所受的教育没有了。扎根的教育没有了，所以佛法要兴旺，谈何容易啊！
啊，能够像大摩祖师到中国来那个情形一样，一个人能传一个，传两个，啊，这样子总得要传个三四代之后才能兴旺。啊，你看大摩传这个禅宗，传到第六代慧能大师才开化，啊，开化结果。啊，前面五代单传了，只传一个人的，就薪火相传了，他没有断掉啊。这些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培养人才非常之难。那为什么呢？从小扎根教育失掉了。啊，那么他从出生到三岁的一千天，现在的小孩学什么？都在看电视。啊，电视里面所学的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他学这个东西。啊，上学了，中国学校我不知道。啊，美国的学校我晓得。啊，韩馆长的孙子在美国出生的。啊，上美国学校都上小学。小学一年级就用电脑了，啊，电脑里头有他的作业，有他的功课，除功课之外，电脑里面还跟别的电脑去连线，哦，那里头五花八门，什么玩意都有，他全学会了。啊，他的常识非常丰富啊。啊，而圣贤教育从来没接触过。啊，他接触他能懂吗？纵然过去生中有善根的，也不容易接受。纵然接受，能经得起名闻利养的考验吗？啊，越想啊就越难，越想就越可怕。啊，所以我们常常勉励年轻同学要真干呐，要救佛教啊，要救传统文化了。啊，真正要把传统文化兴旺起来，这几个根可都要注意到。啊，中国老祖宗千万年传下来的文化的根，就是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。啊，落实在哪里呢？落实在《弟子规》，落实在《感应篇》，落实在《十善业道》。这三样东西没有，就全都没有了。啊，研究经教，这是学术，不管用。啊，我在2005年、2006年两次访问伦敦。啊，细心去考察三个学校。啊。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跟伦敦大学，啊，知道欧洲汉学系，啊，欧洲的汉学，伦敦大学算第一，他的名气虽然不如牛津，不如剑桥，但是单单讲汉学，伦敦的汉学比他们强。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学术了。啊，我在伦敦跟剑桥
跟汉学系的学生教授们做过交流，啊，也跟他们讲过两个小时。他们所学的儒学、佛学、道学，变成知识了，不是智慧。中国古人所传的是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不一样啊！啊，学儒要学像孔子、像孟子啊！你是这个时代的孔孟出现了，能救世界。学佛要学的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学道要学的跟老子、庄子一样，啊，那叫学。那他们不是的，啊，他们是当作一种学问来去研究，与自己的思想行为不相干。啊，所以这个变成学术了。啊，佛教在今天也变成学术，民国初年也就有趋向学术了，大学里头用佛经开课。啊，对于怎么修行的时候不讲究了，啊，戒律没有了，啊，纵然讲也不注重去做了，啊，就像儒家三礼，啊，周礼、仪礼、礼记有讲的，学校有这个课程讲的，没人去做了。啊，学这些东西知道古时候哦是这样的一个社会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要儒释道都要复兴，都要能再兴旺起来，不至于灭亡，一定要做，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不做怎么行呢？啊，阿难这些人凭什么见到阿弥陀佛的报身？前面说过，啊，自己以清净心念阿弥陀佛。那个清净心就是他的功夫，他要不修行哪来的清净心啊？世尊在经论上常讲，心净则佛土净啊，心里怎么清净？有我就不清净了，我是一切染污的根本啊。所以读金刚经你要特别留意啊，《金刚经》讲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那清净心得到了。什么人呢？小乘须陀洹。那我们就马上就联想到了大乘《华严经》上讲的实性位的菩萨，初性位。实性是小学，小学一年级。哎，人家就做到四相没有了，清净心现前了。啊，用阿难在会上，他就是须陀洹的身份。出国吗？阿难是真的出国。地位不高啊，啊，四相没有了，四相的习气大概还有，啊，因为破四相，是出国到四国都是破四相，
啊，金刚经思想都没有了。啊，那么我们就晓得破断这个见惑了。啊，这个五种见惑。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趣见、戒趣见呢，程度不一样。啊，须陀洹这是最下的。大概像考试六十分的，上面还有70分、80分、90分的，啊，阿罗汉到100分，啊，通通修的这个法门，啊，我没放下，有我就有自私自利，就有名闻利养，就有贪嗔痴慢。啊，就有很多不好的心情啊，这个怨恨恼怒烦都有啊，不清净的 啊这个法门非常殊胜，也非常特别啊，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，只教导我们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这么一个简单法，就能够念到清净心啊！菩提心重要，菩提心是你修行的目标方向。我修行要修行到什么样子？要修行到真诚心现前啊！处事待人接物都用真心，不用妄心啊！菩提心的根。真诚啊，啊，菩提心的自受用就是清净平等觉，这自受用啊，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方东梅先生跟我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，不是财富啊，不是地位啊，不是五欲六尘的清净平等觉啊，这个是最高的享受啊！对待别人，大慈大悲啊，他受用是慈悲，都是出于真诚心啊。慈悲待人，这个慈悲里头有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，用在慈悲上啊。那多么感人呐！这样的一念心，念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马上就感应到脚，佛就现身给你看呐。啊，当然在此地，两土如来威神加皮。啊，释迦佛加持我们。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，带我们请求啊，请求阿弥陀佛现身啊，世尊带我们请求啊，啊，那么阿弥陀佛也有这个本愿，哎，给大家做个证明，让你看看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这是一甚方便的随起根器，个个能见，所以阿难见到了。啊，要不然一般人见不到见化身，只有化身菩萨才能见化身佛啊，不是化身菩萨怎么能见到化身呢？只能见到应化身啊，见不到化身的啊，他见的是化身啊。那让我们想到的是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生到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，我们见报身如来还是见应身如来啊？但是48愿里头确实是这样说的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，没有差别
那平等世界没有差别，那当然是报身。啊，因为佛说了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，阿惟越致是报身。啊，最低的阿惟越致，大乘圆教初住以上，那他们都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是这样的人啊，这样的地位啊，到极乐世界，我们自己没有证到这个地位。啊，这前面我们学的时候跟同学分享过。啊，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到极乐世界，虽然是凡圣同居土。啊，烦恼习气都没断，可是到极乐世界，神通、道力、智慧，一切享受，跟化身菩萨平等的，一样的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这恩德了。啊，等于一个人，啊，生到皇家，啊。皇帝的儿子一生下来就享受皇上的待遇，不是他自己有什么呢？是他老子好啊，他享的是老子的福啊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我们这些往生到极乐世界享的阿弥陀佛的福啊，阿弥陀佛的福从哪里来的？无界修行，48愿无界修行，这样我们才真正体会到阿弥陀佛恩德之深，恩德之大。啊，怎样报佛恩呢？他就是希望我们去，我们真去了，那就是报恩。啊，真去，必须把这个世界通通放下。啊，放下。事不要紧，事事无碍，放下是念头，心里头不能有。啊，世上有没有都随缘，有好，没有也好。啊，世上随缘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只有极乐世界。啊，平常想。最好想经典里面的境界，啊，听讲读经，啊，让你摄取西方极乐世界的信息，啊，念佛，这决定得生。啊，阿弥陀佛现身是法身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，有人有这个经验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有一位居士，女居士告诉我。啊，他是在梦中梦见的阿弥陀佛，多大呢？跟天空一样大。啊，我相信，这我也见过一次。啊，确实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啊，眼睛所看到的就是一尊佛像。啊，天空看不到了。啊，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境界不是假的，不是我一个人看到的。
无碍无断，这句话也非常重要。这是什么呢？十方如来也是无碍之妙变，故云无碍。这一句话里头含着什么意思？十方如来对阿弥陀佛的赞叹没中断，为什么要赞叹阿弥陀佛？我们用现在的话说，帮助阿弥陀佛招生呢。这是一个学校啊，阿弥陀佛是校长啊。十方诸佛就好像是一切众生的父母一样，都想把子女送到这个学校去。所以诸佛都赞叹阿弥陀佛，都赞叹这个学校。让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生起信心，生起愿心，是这个意思。阿弥陀佛说法没间断，从来没间断的。阿弥陀佛，无论是相，无论是音声，全是自性流露。不是从意识里头的。十法界众生没有转识成智，是从阿赖耶里头流出来。化身菩萨转世成智了，阿赖耶没有了，所以他住的世界永恒不变。为什么呢？为时所变，他没有时了，所以他就不变了，这境界就不变了。没有障碍，没有间断。如是赞叹，尽未来际无有间断，故曰无断，无碍无断。所以这个经文里头所含的意思很多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，知道自己怎么样去学习。再看下面这段经文。阿难白言：彼佛净刹得未曾有，我亦愿要生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，执众得本，如与生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。这是阿难原生。只要是真正见到了，见到是善根福德很深厚，你会见到，听到了能够生信心，能够仰慕，能够发愿，决定得生。你培养你的善根福德，善根福德到一定的程度，佛会现身给你看，给你证明你没错，那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
必定见佛。现前见佛是佛慈悲给你做证明，加强你的信心，用于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啊，这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专修净土的啊，我们成为初祖啊，第一代祖师，东晋时代啊，在江西庐山建这个念佛堂，东宁念佛堂啊，多少人在一起修行呢？123个人。123个人通通往生，无比的殊胜啊。当然往生不是一起去的，有先去的，有后去的啊。像刘一民几个居士，他们是有出家有在家啊，圣俗都在一起啊。员工往生的时候跟大家说，西方极乐世界他见过3次，从来没有人跟你讲过啊。什么时候见的呢？定中见到的啊，就是念佛止境的时候啊，绕佛久了止境坐下来的时候，那是看到的，看到3次啊。别人问他极乐世界什么样子啊，他说跟经上所讲的完全相同啊。员工那个时候净土经典只有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，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已经到中国来了，还没有翻成中文啊。所以他们没有看到阿弥陀经，没有看到观经啊，只看到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最早到中国，也最早翻译啊。我们相信呢，非常可能他用的是安世高的本子，但是安世高的本子失传了啊。这一部经在中国从汉到宋800年前一共12次翻译，所以翻译最多的12次啊。现在呢只留下来五种，7种失传了啊。从这5种呢内容去看，就肯定了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无量寿经是常讲，讲过很多次啊。一切经世尊只讲过一遍，没有重复的，唯独这部经。现在看这个5种原译本，至少啊13次讲的不一样，里面内容不一样啊。那另外7种失传了，如果那7种要是在的话，可能还不止3次。所以祖师判断的时候，世尊在世这个经是3次以上，就是多次宣讲，可见的它重要啊。啊，特别的劝导我们要重视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帮助你一生成就啊。那难得了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刘素云居士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
踏实成就之后，我们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看他一篇光碟，他做的报告还是记者去访问的。我看那个篇光碟，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不知道他跟谁学的，他没有说。以后才打听清楚了。他是得到一套光碟，这个光碟是早年我们在景美图书馆讲的，应该是《无量寿经》第三遍，这第四遍，我们以前讲过十遍。那个时候讲演，因为没有看到黄念老的注解，我讲是依据李老师的每一注。依照这个本子讲的。那么他得到那个时候是录音，录音带录音的。大概现在有人做成光碟，他就拿到这一套光碟。每一天听十个小时。他抓住佛经里的一句话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他就抓这一句。就这一部经，其他的都不听，都不接触。每一天十个小时，十个小时的，实际上他是听一个小时，一篇，一个小时听十遍，那就是一遍听下来是就十遍了，听完之后从头再听，十年如一日，不听经的时候就念阿弥陀佛。他得的那个红斑狼疮，没有用医药自己好了，连疤都没有了。东北人讲的时候，红斑狼疮纵然好了，疤是消不掉的，他连疤都没有。十年搞一部经，这样用功，在我们想想，一般普通的人，大概3年到5年就得念佛三昧，他肯定得了。得念佛三昧之后，有个3-4年呢，肯定开悟。为什么？守规矩，这就是持戒。因戒得定，他就有定了，因定开慧，他开悟了，虽然他的一部经，你看他讲得很好啊，有人请他讲地藏经，他也讲得很好，他没有学过的经，任何一部经请他讲，他都会讲头头是道，对，一经通啊，一切经通。他悟的境界我们不知道啊，不是大彻大悟，他也是大悟。他现在没障碍了。我问过他，往生有没有把握？他有，随时可以去。佛菩萨需要留他在世间表法也没关系，他可以多住几年。好榜样啊！十年他能成就，人人都能成就啊！人家问他成功，
用什么方法成功？他讲六个字：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啊，那么这六个字，是古今中外所有一切成功的人共同的秘诀，都是这样的。不能成就人，都是自以为聪明啊。老师太难太难了，李老师常常跟我讲，他一生想学老师，就是学不下。可见老师不容易啊！啊，他常讲啊，大智若愚啊，那个若愚很不容易学。啊，学聪明容易，学老实可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阿难，亲近弥陀如黄金山，德相端严。啊，端正庄严，即彼净土种种清净庄严，皆悉所未见，从来没见到过。啊，这一次见到了，故云得未曾有。啊，未曾有过，见到了。佛闻十方佛赞，生稀有心。啊，十方如来赞叹阿弥陀佛，赞叹极乐世界。啊，自然就发起大愿，愿生极乐。啊，正表阿难当即其会甚心。这个身心就是佛心，阿弥陀佛的心，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心，这两尊佛都是希望我们发愿求生。啊，佛度众生，没有一点私心的。巴不得你赶快成佛，这是佛心。佛不愿意看到你搞六道轮回，佛不愿意看到你修行那么样的苦，要那么长的时间啊！佛不愿意看到啊。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法门，你可以这一生就超越六道轮回啊，而且不必吃那么多苦头。啊，你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之菩萨。所以这叫难心之法。啊，谁不相信呢？菩萨不相信啊。菩萨吃尽千辛万苦啊，无量界修行。像爬山一样，一步一步慢慢爬了，还没有爬上去，你怎么就上来了？怎么这么快呀？啊，这个不一样。啊，那么在此地呢，世尊也告诉我，我们相信这个法门，遇到法不简单呐。这不是投机取巧啊。那为什么呢？你看其中生者，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过去生中呢，已曾亲近无量诸佛之中的本。这句话说得清楚啊。我们过去生中
要没有这么深厚的基础，这个法门在面前，你能相信吗？相信了，你能真干吗？不容易。佛讲的这话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所以阿难尊者见到了，见到了阿弥陀佛，见到了极乐世界，乃曰：“我亦愿要生彼生于彼土。”这发愿了，要是欢喜。爱好希望生到极乐世界。世尊答曰：“得往生者，戒已着重这个戒字，这全是啊，没有侥幸的，戒已于无量诸佛。”清净供养，侍奉学习广智德本，你这个善根多厚啊！那么这一生，如果是业障习气太重，去不了了。去不了什么？这一生当中，你又种了善根福德，等来生。来生呢，你的智慧福德比这一生又要好一点。就这么回事，生生世世不一定生生世世遇到，但是。这一个金刚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永远不会消失。遇到缘它就起作用。这个缘就是得人身闻佛法。这人身难得了，佛法难闻。人生特别容易成就。现在我们也看到了，也明白到了。恶鬼地狱出生也有往生的，那是什么？善根非常深厚。临命终时，一个念头错了，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了，一顿脾气发了，堕地狱去了。他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啊！那这样的人，地藏菩萨肯定帮他忙。为什么呢？他能信。在地狱里头也能够超拔。恶鬼出生也佛如是啊。出生到念佛往生的很多啊。谭旭法师，这香港人都很熟悉。他老人家晚年就住在香港。他曾经给我们讲过故事。他在年轻时候，他出家很早，
在温州乡下有个头陀寺，他做主持。他们庙里头有个公鸡，那时候民国初年呢，钟都没有啊，完全靠这个公鸡啊报销啊。早晨公鸡一叫，大家起床做早课啊。可是公鸡呢，每一次做早课，他都跟到大家后面一起绕佛啊。以后这个公鸡往生了啊，往生在大殿。他自己跑到大殿，站在当中，面对着佛像，大叫了三声，他就死了，站着走的。所以老和尚把他当作出家人一样，给他涂皮，给他修个小塔，葬在那边。他就叫了三声，大概是念三声佛号，走了。这个公鸡绝对不是凡人，一定是出家人投胎变现的。很可能就是头陀寺的上一代的出家人。因为他错了念头啊，跑到畜生道去了。还念着他这个老道场，他回到老道场。也修了一点功德，每一天报时啊，叫大家起床做早课。这是他修的功德了。他往生了。但是往生最多的还是人道。所以人道啊，难得容易修行。人生可贵也，就贵在此地。真正明了，遇到这个法门，那一生问题真的解决了。所以这些往生者，得往生者，皆以与无量诸佛，你看亲近供养，奉事学习。广知德本，正如阿弥陀经曰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真的，这一点不假了。所以此期要相信自己有善根，也要相信自己有习气。这一生要到极乐世界，一定要把习气降温。改不了没有关系，要待业往生嘛。但是一定能控制住。关键是在临终那一刹那。我昨天看了一个报告。是这一个星期，这一个星期世界上发生的灾难50多起，上一个星期也是50多起，我估计这一个月会超过200起。里面有几个问题很严重啊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不定什么时候有灾难。人没有安全感呐，这是不善业所感的。不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可以能住多久，这个念头不可以。要怎么想呢？每一天是我最后的一天。
印光大师把死字贴在额头，一天到晚看这个书，提醒自己，我们要有高度警觉，要提醒自己啊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明天有没有了不知道，不能把事情拖到明天，我今天要干的事情要干好。干什么事情？往生的事情。我每天都念着往生，我最后一定会往生啊，时候到了，阿弥陀佛一定来接我。啊，即使灾难当中，无论是什么灾难，灾难现前，阿弥陀佛你就看到了，他来接你。啊，如果我们不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还有拉拉杂杂的东西放，错了。大错特错了。啊，我们不能再做错事了。灾难这么样的频繁，这么严重，不是好事情。啊，下面今者如与生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。啊，皈依，瞻瞻望，仰是仰慕，从仰，皈依瞻仰啊，这里头有礼佛。观佛、念佛、忆佛，也含着天亲菩萨无念之旨，无念法。无念法真的有，第一个是礼拜，第二个赞叹，啊，就是念佛，啊，支持名号啊，就是赞叹。第三个作愿，啊，法愿。第四个观察，第五个回向。啊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其他东西都不要想了。日子得过且过，什么都好。啊，一天太平日子，在这个世界里得来不容易。啊，这么多的灾难，我们在此地能安稳，三宝加持啊！啊，我们善心的感应呢，念佛的感应呢，啊，幕后念老在此地给我们做这一个总结。要知一心称念六字洪名，即总摄无念妙门。一心者清净心也，这一句话就总结了。啊，也是这一句话总结了皈依瞻仰。啊，心里头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这就清净心。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一切放下。又如阿弥陀经六朝襄阳刻石刻版
啊，这一块石碑被发现，里面呢有一段经文，现在本子里头没有，啊，罗什这个本子里头没有，以称名故，诸罪消灭，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，有这么一句。啊，那我们要消业障，什么方法消业障最有效、最快速？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在《观经之旨》里面讲过。啊，他说，极重的罪业，佛门里面所有经跟忏法都消灭不了，这个重罪都消不了。最后还有一种方法，就是一心称念阿弥陀佛，你的罪业可以消掉。跟向阳十课本这一句相应的啊，称名就能消罪业，用什么方法？念佛了，这一句佛号就能把你无始以来到现前所有罪业统统消干净啊，剩下来这些习气就待业往生啊，这就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一句名号，这三个都具足了。这个事情谁知道？啊，不知道的人不会奉行，谁相信？不相信的人不会奉行。啊，傲慢的人不会奉行。啊，他自己以为很能干，没有重视这种情况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只有老实、好学、真干的人，他看到了，他会奉行，啊，他就得利益了。啊，再消佛就来了。是故阿难，一心皈依瞻仰。即是多善根福德因缘啊，阿难聪明啊，啊，阿难不是凡人啊，在无量寿会上给我们表演啊，给我们表法啊，如何消灭我们诸罪啊，做的这些罪过，亦如以往生者曾经啊，曾亲近无量诸佛，执种德本，便能满往生之愿。
啊，我们要相信，这一生当中呢，遇到佛法，遇到大乘，又遇到净土，在净土里又遇到这部经，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一部经传到台湾，李老师只讲过一遍，以后不再讲了。啊，他把眉注给我，我看到欢喜。我依照这个眉注，我就能讲。啊，那一年，韩馆长50岁，我们想奖金给他过生日。啊，他印了3000本经本到台中去向老师报告，老师摇头不行。这是为什么？他说你年岁太轻了，你的资历太浅，你讲这个经会有人批评，你挡不住啊。哦，我才晓得，李老师讲一遍不能讲第二遍，很多人批评他。啊，反对这个经本，就像中国大陆也一样，反对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居士会起的。啊，实在讲，还是有嫉妒障碍。啊，所以李老师第二次讲《无量寿经》，用康生开的本子。啊，我学《无量寿经》是学康生开的本子。啊，这个本子真比康生开的本子好啊！你一对比，你晓得。啊，而且夏老居士往生的时候跟大家说，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。大家听了啊，都莫名其妙啊，怎么可能从海外传到中国？啊，我第一次到北京去看黄念老，他把这信息告诉我。啊，他的老师就夏老啊，早就有预言。啊，这个经传到海外，真的是从美国，从加拿大。啊，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，在美国讲的。啊，也是在美国认识黄念老的。啊，那个时候华福佛教会有一些同学学密，跟他有联系，他是密宗上师。啊，这几个同学来找我，啊，想在中国请一个上师，密宗上师到美国来传法。啊，我就劝大家专修净土，不要搞杂了，不要搞乱了。啊，他们就很为难，我看到他样子，我就问这上师叫什么名字。他叫黄念祖。我一听黄念祖这名字好熟。啊，以后一想呢，哦，李老师提到过。
是夏联居的学生，是梅光系的外甥，我是不是这个人？说是的，那好，请他来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啊，李老师他的佛法是跟梅光系学的，就是跟黄念祖舅父。啊，他的这个经教是跟梅老居士学的。啊，所以这个人是梅老居士的外甥。啊，夏联居的学生，那应该是真知真见。啊，不会有问题，我就同意了。啊，他们这就联系上，把他请到美国来。在美国住了一个月，啊，我也是忙着到处讲经，啊，在美国没有见面，只通了电话，啊，他把他带了这一本注解，他只带了这一部，油印的，啊，蜡纸钢板写的油印的，啊，送给我了。啊，我在达拉斯啊，我送给我这个我都没有时间看，刚好就准备回台湾，就放在行李里面带回台湾，到台湾一看啊，真好，真不容易啊，跟他联系，我到北京去看他，啊，我问他有没有版权，没有版权，欢迎翻译，所以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就印一万册，啊，他看到非常欢喜，啊，真学佛的人。如果你的东西有版权呢，就不能流通了。啊，中国古人的著述，有人替他翻版，他都很感谢，瞧得起他。啊，决定没有限制的，特别是佛法，佛是普度众生，你怎么可以限制？啊，如果写上版权所有翻印比就，将来恐怕都到散途。罪状是什么呢？版权业就是罪状。啊，诸佛菩萨祖师大德的普度众生的，你怎么可以把他的权夺去了？啊，你要钱吃什么花？这个麻烦大了。想到以后印钞地府打官司，那是证据，版权业是证据。啊，所以真正善知识不一样，没有版权。啊，欢迎翻译。啊，版权这个事情到底从哪来的？以前没有过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啊，也过去也有，但是没人重视啊。啊，联合国成立之后，通过了著作权。啊，这才被国际上承认了。啊，通过这个法律，这法律不是好法律。啊，对许许多多圣贤的东西，现在都成为有版权，连大藏经都有版权，你说。这还得了吗？
啊，我们想想今天全球的灾难，这个法律是灾难里头一个重要的因素啊！啊，古圣先贤东西限制流通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我们看下面经文。作事遇事，阿弥陀佛，借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，如出一旬。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，极清净苦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、血山、金刚、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、丛林、天人、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譬如日出，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泥，泥泥是地狱，西苦幽冥之处，悉大开辟，皆通一色，犹如界水弥漫世界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，汪洋浩瀚，唯见大水彼佛光明，亦复如是。这是比喻啊，当是比喻。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唯见佛光明耀显赫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国土道士正坐御史啊，国土道士是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彼土如来掌方光明，释迦弥陀啊，两个人同心同愿啊，为了接引一切众生啊，他们两个在表演呢。啊，弥陀掌方光明，正行，你看世尊劝往，弥陀接引，哈，两土两佛同心同德。佛光普照一切佛国，表弥陀普摄摄方凡圣，悉令往生。往生极乐世界人数正多，从发生菩萨到六道众生，包括三途啊，每一天去往生的不计其数啊。极乐世界多大？极乐世界没有边际。中国古人讲的两句话，在极乐世界你看到了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啊，极乐世界真的是这样的啊。这种
现象呢，只有在法性里面见到。啊，阿赖耶识里头见不到。啊，真心法性的见到啊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边际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全是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法性遍一切处。于是，如来身遍一切处，如来国土遍一切处。这里头有很深的道理存在。啊，现在这些尖端的物理学家，啊，量子力学家，你跟他讲，他们相信。啊，他们研究发现，逐渐逐渐呢。靠近的啊，他们见不了心，原因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放下就见心了，因为自性里的没有这些东西啊，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你见性。佛说得很清楚啊，执着放下，你就证阿罗汉了。那六道轮回你就超越了，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。啊，为什么不执着？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般若经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如果我们常常想着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，32亿8000年，念念成形，行界有实，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就不会执着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计算呢，一秒钟如果能弹5次，啊，一秒钟这个生灭有多少啊？1600兆。啊，1600兆分之1秒。你怎么能把它控制住？所以你说你控制，你说你占有，全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科学家会肯定，就晓得什么，我们身是假的。啊，生不生空，我是假的，我所有也是假的。佛法呢？佛法也是假的。啊，佛法不是真的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得很清楚：“法上应实，何况非法？”那法就是佛法。佛法是因缘生的，好比你有病。哎，我拿东西给你吃就药，病好了，药就没有了。啊，佛是治六道病的，是治十法界病的。啊，十法界六道没有了，佛法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你执着有个佛法错了，自性里头没有佛法，你怎么会有这种执着？啊，自性
一片光明，大乘经称它为大光明藏，我们净土称它为常寂光净土，啊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能现，这个妙极了。啊，能现的是真的，永恒不灭。啊，是自性，所现的幻象是假的。啊，相有体无，事有理无，彼此不相妨碍。啊，能现的性不妨碍事相，事相不妨碍自性。这才妙了。啊，所以佛家称有叫什么？妙有。啊，称自性呢叫真空。叫真空不空。能现妙有。妙有非有，自性本空。你要把这些事情参透了，肯定了，不再怀疑了，完全相信它，你的妄想分别之都没有了。啊，袁了凡先生，你想他是什么人？肯定是老实、好学、真干，他肯定是这个人。你看，他能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三天三夜，不起妄念。啊，他凭什么？云谷禅师问他了，他凭的是命被孔先生算定。想也是妄想，也没用处。那他连这一点信心，他就能够把妄想止住。啊，三天三夜不起个念头。啊，老实人呐，不老实的人不行啊，不老实的人胡思乱想啊，老实人什么都不想。啊，那佛弟子呢？的确什么都不想了，他就想阿弥陀佛。经中妙就妙在此地。啊，真的叫你把万缘放下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念念阿弥陀佛，自行化他。啊，你就这个样子。你就能教化很多人啊，不必讲经说法了，你就能影响很多众生，能够让很多众生呢回头觉悟了啊。你在临终时表演一套啊，站着走，坐着走，欲知时知，不生病，哪个不相信呢？啊，所以这是佛心的，佛佛都是同心，都是同德，啊，一样的心，一样的德，就是愿一切众生早一天回头，早一天成佛，啊，不要再搞这些虚妄了，啊，佛光。普照一切佛国，表阿弥陀佛普摄十方凡圣，悉令往生。至于往生，有法身菩萨，啊，有全教菩萨，有辟支佛，有阿罗汉。啊，由诸天大众六道众生，
因佛光加持，会众大众皆见十方佛国如在一旬，一旬是八尺，不到一丈，就说明什么呢？所现的十方国土像就在面前，好像我们现在看电视一样，你通通看到啊！十方诸佛的画面呢？这是弥陀神力所现的。弥陀光明，光中极尊，古云殊胜。所殊胜的呢，该因极清净故。故此世界一切山河景物，列如黑山，又名黑林，这是山的名字。见《西域记》《慈恩大师传》，慈恩就是窥基。这是说我们地球上的，通通出现在弥陀佛光之中，他通通照见了。不但照见，我们看底下，乃至于地狱，幽冥之处，都照见了。照见了地狱道，照见了恶鬼道，由此可知，全都找到了，都在佛光当中看到。那么说明，佛光突破了一切空间维次。佛光铸造之下，空间维持没有了。六道十法界乃至他方一切诸佛国土，你全看到了。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，山顶呢常年积雪，古城雪山。金刚铁围呢都是山民。不在我们地球上。这有解释详见第十一品注，我们前面学过。如是一切呢无不照见。佛光不同于这是光中最深。我们现在知道光很多，波长不一样，我们的眼睛只能看到这一小段，比这个波长的我们见不到，比这个波短的我们也见不到。必须用科学仪器才能够见到。佛光是所有光通通没有障碍，全见到。所以在佛光之下了，你看到这个宇宙不一样了。肉眼看不到的全看见了。这是现在科学可以证明。
这些经文科学家绝对不会反对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